没有人，这是根据产品的，这个地方是啊，那他也肯定要自己调的呀。那对没有经过的地方，他们没做过。那你如果模具这边是他们产品保存好吗？啊。就是相对是到那边做调整的话，也是他们自己。一直给他调整的。就是相对来说，就是比较不错的话，也是做一点。